在我们英语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接着康林圈目前的位置呢，在我们台湾实景哦 ，Top Three， 我们的日月潭风景区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是在我们的鱼池乡义勇街50号。来这边呢，一定要品尝我们日月潭的三宝。到底是哪三宝呢？很高兴我们有访问到呢，我们 E&M 海鲜炸物的负责人。你好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小金。小金啊、哦，真的是人美心更美了哈、哦。小金你好 ，E&M 呢，海鲜炸物对不对？我们这里呢可以吃到日月潭的三宝，是哪三宝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？有一口蟹。好，这叫一口蟹。好，奇力鱼。还有呢，我们的檀香哦，来这些呢，食材呢，它的特色都是在哪里？都是在日月潭。哦，它是日月潭当地的东西啦哦，然后它本身都是这样子直接吃，对不对？哇，所以钙质是非常丰富的，非常多。那我们这个奇力鱼，听说呢，我们老板娘呢每天早上好早哦，就来杀鱼洗鱼了，真的，哇，这个很辛苦哎，这个也是日月潭的特色的产物，必吃的然后，哇，那像这么特别的日月潭必吃的三大海鲜，你们那个卖的价位是怎么卖？便宜，一份100块而已，一份才几百块，还买综合可以用消费券200块哦。哦，综合就是三种都可以吃得到。檀香、奇力鱼跟一口蟹，真的是很佛心来的，买二送一，买二送一哦。然后当然呢，我们呢吃呢这些呢，这个新鲜的海鲜炸物，一定要喝一点啤酒，来来看啤酒在这边。哟，我们各位好朋友，来看看，哇，这里的啤酒呢样式很多哈、哦，而且呢它完全是手工啤酒。日月潭的手工啤酒独家，别的地方喝不到。对，这个手工啤酒跟一般呢，大家平时在超商买的啤酒，它的差异在哪里？它每一支酒都是纯麦烧去酿造的、嗯，然后每一支酒都有每一个酿酒师的故事。哦，所以然后我们会添加在地的一些元素下去酿，所以你在日月潭喝到的啤酒，不见得你在市面上的一些便利超商或者说精酿啤酒的超商买得到，所以我们是鼓励在日月潭独家，就是日月潭一个新的伴手礼。大家告诉大家哦，而且我们英语新闻报，如果观众朋友来日月潭，对不对？你呢想要知道呢，来日月潭可以玩什么、吃什么、看什么，就可以找我们的女神就可以了。我们翁小金，小金的手机联络电话几号？0987520167。哇，0987520167。因为我们这边呢有他们的 FB， 哇，来大家看。截图咯 E&M 海鲜炸物啤酒，截图加好友，大家告诉大家咯。康夏老师热情的推荐，谢谢康夏老师，谢谢咯，也谢我们的女神，谢谢大家，我们英语新闻报下次见了，拜拜。